第一次两个一起很爽哎，就是你的腰跟你的我小腿，哇，我的小腿，哇，哇，哎，专业好吗？Yeah， 我是小哥你最爱你，没错，有点烧瞎，没关系。艾莉跟你们说，今天我要来体验一下中立区的美容师厉不厉害，非常期待他们的按摩的手法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欢迎他们进场，来。你是坏学生，你是好学生哎，今天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苦哎，为什么？我本来就不苦。哦哦，你本来不苦哦。哦，啊，你是？就是女教师。好，今天呢，我来这里，你们就是要帮我客制化一下，因为我知道你们有个叫客制化的按摩，要展现一下你们最厉害的按摩手法，我很期待哦。你干嘛偷笑？帮你安排，安排。OK， 找一个。那我们废话不多，准备看今天的按摩贴啦 ，Let's go。OK。我们要开始了，两个人可以按一个客人吗？可以，双重的享受，你懂吗？那我要趴着吗？对，好，我趴着，好。我跟你说，我第一次两个一起很爽哎，就是你的腰跟你的我小腿，哇，我的小腿，哇，哇。专业好吗？哎，是穿的啦，白痴啊！我只是开玩笑，不行吗？哦，可以，好好笑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又乱按了，好干哦。啊！很好笑吗？不要笑！哎哎哎！你在笑，别人你一直笑，你这样，我快笑，快笑！哇，太好笑了！你管继续啊，干嘛？我不要。哦，不要。好舒服哦！可以。哎，你会遇到客人这样一直看？会呀，一定要看的啊，来那你会不会尴尬？不会。真假的？那客人一直看你，你会怎样？大家不要看。屁啦！你很凶哎。眼睛挖出来。那你是可以给客人看？会啊，可是你不要动不动就看可以吗？男生都养一点吧。那会不会有看一看就突然咚就起来？这很正常，是按摩按到。会吗？我就不会啊。有的嘛，要看的。梦到的情境真的是不错哎。你们在按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有几个点是很酥麻的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他们在按的时候，其实是真的，它的力度是有的。而且你说油压嘛，刚我们今天有弄到油压部分按摩，我觉得一次用两个人去按，我觉得蛮特别的。然后让我有一种，比如说你刚刚在帮我推的时候，其实有一种酥酥麻麻，很像恋爱的感觉，就是客制化的。那不管怎么样呢，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双重体验，我觉得是他们的油压跟指压，我觉得力道都是非常 OK 的。你不要看他们小小的这样瘦瘦的，很会按。而且你们刚刚是一般力道对不对？是有的，因为我平常按摩是按比较重，
因为我今天是客制化，所以他们有让我体验到一种酥酥麻麻的恋爱感，我觉得蛮特别的。你们想要体验恋爱感觉的，好不好？接着锁定我们粉丝一期的苏瑶专区，预约他们。那我们谢谢范范跟露露啊，大家拜拜，苏瑶专区等你啊。